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要查考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。在前一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特别强调，恩赐和生命是截然不同的事情，完全不同的范围，完全不同的层面。恩赐大的人，恩赐多的人，生命不一定丰富；生命丰富的人，不一定恩赐很多。我们评估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评估一个传道人，我们评估一个在教会里侍奉的童工。 我们绝对不可以用恩赐来评估他们，我们应该从他们生活来评估他们，看他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九种果子，我们看他生活里面有没有爱，有没有忍耐，有没有谦卑，有没有温柔，有没有信实，有没有良善。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看见了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一个典型恩赐大于生命的教会。我们也说到。 在《就业圣经》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叫参孙，也是一个恩赐大于生命的人。太多的时候，在今天基督的教会，我们用恩赐来衡量这个人是成是败，是伟大还是渺小，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从恩赐来评估一个人，从恩赐来衡量一个人，恩赐的多少，恩赐的大小。 全然是神的主权，跟我们的灵命、跟我们的生命没有绝对的关系。这一点，我们再稍微重复一下。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，基督教会充满了盼望。你充满了盼望，我充满了盼望。好的教会充满了盼望，不好的教会也充满了盼望。刚强的教会充满了盼望，软弱的教会同样可以充满盼望，因为他必坚固你们到底，是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 无可责备，无可责备。感谢上帝，他爱我们爱到底，他要借助道，用水借助圣灵修剪修剪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皱纹等的病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这是以夫所书讲的多么清楚的。那今天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要特别进入一节圣经。 我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这一节内容非常非常丰富的圣经。这一节生命，这样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成长，这样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结果子，这样的生命可以超越我们的软弱。今天这节圣经就记载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的第十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招。 好与他的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这一节圣经强调两件事：第一，强调神的一个属性就是信使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无中生有的，神是使死变活的。 神是从开始到永远，他是神，神有非常非常多的属性，但是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他的一个特殊的属性。我个人的浅见，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属性，他其他的属性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。这里说神是信实的，各位可以想想看，如果神是信实，而神是慈爱而不信实，他的慈爱都有什么意义？ 如果神是公义，而他不是信实的，他的公义又跟我有什么意义？如果神是圣洁的，而他又不是信实的，他的圣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我们看来看去，神很多的属性里面，他的信实的属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来说，他是信实的，他答应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心，海边的沙。”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。 但是他说话算话，到了后来，我们发现，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像天上的心、海边的沙一样的多。他应许亚伯罕说：“地上的后裔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那位后裔得福。”感谢上帝！等到耶稣基督死在石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他是亚伯罕的子孙。耶稣借着这个亚伯罕的后裔，让地上的万族都得福。他的信实得了应验。 他应许亚伯拉罕说，说明年这时候我给你一个儿子，到时候，这个他的儿子就是以撒就生出来，因为他是信使的。他对摩西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当他呼召摩西，要摩西跟他一同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，摩西推三阻四，摩西用各种的理由拒绝上帝的呼召。上帝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摩西因为有这句上帝的应许，所以。 他就同意，他就响应，他就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感谢上帝。四十年在旷野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饿了有马纳，渴了有矿泉水。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过去了，因为神同在。圣经上说，这四十年你们的鞋没有破，你们的脚没有肿，因为耶和华的神与你们同在。 因为他对摩西是信实的，因为他对亚伯罕是信实的，他对约瑟亚也是信实的。他说：“我如何与摩西同在，我也必与你同在。你当刚强壮胆。”约瑟亚因为有了这句神的应许，他就坦然无惧的带领一色人进入迦南地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他对拉萨路的姐姐，他对拉萨路的妹妹也是信实的。他宣告说：“这并不至于死。” 要上帝的儿子得到荣耀，其实那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他们带耶稣到坟墓面前，他们跟耶稣说：“不要打开坟墓了，他已经发臭了，死了四天了。”耶稣要他们把石头滚开，然后耶稣宣告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拉撒路当场就出来了，因为他是信使的。耶稣就对保罗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讲，我与你同在。”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，那时候是在哥林多。 保罗因为这句话就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是信实的。犹太人起了个大事，在该萨利亚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起了大事。如果不杀保罗，我们就四十个人不吃不喝，眼看保罗死定了。但是那一天晚上，上帝对保罗说：“不要怕，我如何与你在耶路撒冷同在，我也如何与你在罗马同在。放心吧。” 保罗因为神的信实，能够安心经过惊涛骇浪。使徒行传二十七章，在地中海飘荡了半年之久，但是到了罗马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他对彼得说：“你来跟从我，我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是信实的。彼得后来果然成为教会的领袖，他因为他是信实的。上帝说，圣经说，他的话天地都要废去，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 他答应我们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这句话是信实的。任何一个人相信他，接受他的儿子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打开心门接受他，你一定不至于灭亡，你一定反得永生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耶稣宣告说：“凡劳苦但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你如果相信他的话，来到他的面前。 将你的忧虑泄给他，祷告他住在你心中，你一定会享受他给你的安息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这样的例子我们看了很多。他说，圣经上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、合乎主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。如果弟兄们，我们肯过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一定是一个贵重而且合用的器皿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圣经上说。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如果你肯伏在大能的神、大能的手下自卑，神到时候一定会让你升高，他一定会赐恩给你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因为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，因为他是一个无谎言的上帝。啊，在这里，保罗被圣灵感动，特别强调神是信实的。你们原是被他所招，好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 我们在前几次节目里提到，第一种呼召侍奉的呼召记载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第一节。我们也提到第二种呼召救恩的呼召记载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的第二节。这两种呼召我们已经讲过，弟兄姐妹，大部分的人都很清楚。我们有了救恩的呼召还不够，我们要有这个侍奉的呼召。救恩的呼召好像以色人出埃及，侍奉的呼召好像以色人在旷野敬拜侍奉上帝。 可是，上帝的计划不是只有停留在出埃及，也不是只有停留在在旷野。上帝的计划乃是要他们进迦南，流乃于密应许之地。上帝的计划，我要这样说，不是呼召我们得救。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四章，有这个比喻：有一个主人预备了大宴席，山珍海味，南北口味，河汉料理，中菜西吃。 香味四散，垂涎三尺，回味无穷。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，请了仆人到各处去请客人来。没有想到那些客人说：“我刚刚结婚，我不能去吃饭。我刚买了几对牛，我要去试试牛。有人说我买了地，我要去看地。”这是借口。没有买地以前，签约以前没有看过地吗？一定看过吗？不会去买公园预定地，不会买公物墓预定地。买牛以前难道没有看过牛吗？ 买来,来变成斗牛吗？一定看过牛吗？这是借口吗？结婚不能吃饭吗？要减肥吗？一结婚就减肥吗？可是健身是借口，到最后主人就大怒，找仆人说到篱笆那里，到路口那里，找那些瘸腿的，找那些瞎眼的，找那些残废来。结果那些人来了神的国里，享受神备准备的宴席，这岂不是救恩的呼召的写照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告诉别人说信耶稣有永生，多么好！ 信耶稣，他们里面有活水的江河，多么好！信耶稣，他们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多么好！信耶稣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多么好！信耶稣可以跟神和好，信耶稣可以脱去行为上的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信耶稣可以不到地狱，可以到乐园里去，多么好！可是你会发现那些人都有借口，有人会告诉我们说：啊，他现在太忙了，呃，忙到没有时间听福音。这个社会上哪一个门不忙？ 有没有人说他忙得不能睡觉？没有时间睡觉的？有没有人说忙得没有时间吃饭的？有没有人说忙的时间没有呼吸的？这是借口。啊，有人说我现在年轻，等了我老老了再信，这也是借口啊。你一定会老吗？有没有没有老就死的？有一天我去殡仪馆帮一个弟兄，他过世了，那么他家属不敢这个换这个死者的衣服，我就大了胆胆子这个跑去替这个组内的弟兄换衣服。 在这个停尸间看了很伤心，很心酸。那些老年人躺在那里，觉得是好像是比较理所当然，因为他已经活了很多的年日。有些小孩子就躺在哪里，很年轻就死掉，这是借口。还有人说，等到我病好了就信，你的病一定会好吗？呃，有人说，呃，等到我想通了就信，你做哪一件事情想通了才信呢？你吃猪排变人排，你有没有想通啊？你没有想通啊？你怎么会吃呢？ 你没有想通，你怎么睡觉？你怎么睡觉？你没有想通，你怎么呼吸？你呼吸呢？这是借口。来吧，样样都齐备。今天很多人对福音拒绝，感谢神，总是有少数人，他们愿意相信福音，他们谦卑，他们承认自己有需要，他们没有打肿脸充胖子。这是救恩的呼召。我们讲过，我们也提到十四封的呼召，《马太福音》二十二十章。清晨的时候，葡萄园的主人呼召仆人到葡萄园工作。九点钟。 另外一批进去，十二点另外一批进去，三点钟另外一批进去，到了五点六点钟就要收工了，六点钟天天就要黑了，五点钟还有人这边闲站。主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这边闲站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雇我们。”主人说：“好吧，来吧，进来，该给的工钱我一样给。”到六点钟收工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？太阳下山以前五点钟进来的，同样有一块钱的这这个工钱。救恩的呼召，感谢赞美主；侍奉的呼召，也感谢主。 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观众的朋友是基督徒的，你已经有救恩的护照，你也有侍奉的护照，你在教会里很热心。但是我要说的，这是不够的，这不是神最终的心意，上帝最终的心意。我再读一次《格林多前书》一章九节：“你们乃是与被他所招，好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”问题在这里，当我们读这个中文的圣经和和本，我们不晓得这个‘一同得分’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。 这么多年，我读啊，再读，一读再读，我就把这一节声音跳过去了，我不懂，到底这节声音什么意思呢？一直等到有一天，我要仔细的查考《格林多前书》，我逐章、逐卷、逐字、逐节来查的时候，我就仔细去看，好与我们被呃，我们原是被他所招，好与他的儿子一同得份，这个得分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去看这些工具书。 我去把所有希腊文这个“得分”这个字查了一下，我才发现哇，是多么丰富的一节圣经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圣经，是跌破我眼镜的一节圣经。原来这个“得分”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叫做 c o l o n i a 这个字在新约里大约出现了四十几次。这个字被在使徒行传里被翻作彼此交接的交接。 这个词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呃，这个被被被翻译作这个，你要去捐助去帮助别人。这个字，当我把新约里的这个字综合起来去观察的时候，我用中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的话来说，就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意思。 换句话说，神不仅呼召我们得救，神不仅呼召我们侍奉神，更呼召我们分享他儿子的一切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们从整本的新约圣经去看，我们就会比较清楚。葡萄树跟枝枝子跟树连在一起，就自然而然得到水分，得到养分。 自然而然结果子，他从来不要操心，因为他所有的都从葡萄树来的。牧羊听牧羊人的话，你更不用操心，你有没有草吃，你有没有水喝，敌人来怎么办？大卫说：“耶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要水有水，要草有草，要安息有安息，要得胜有得胜，要恩典有恩典，要荣耀有荣耀，要同在有同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牧人会供应一切。” 天赋是我们的父亲，他拥有万有，他岂不把万有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起码可以找出来二十几处的经文来说明我们要分享基督的什么呢？比如说《以父所书》，那里说，呃，第一章说基督，呃，有很很大的很多的丰富，到了第二章。 呃，这个就是说极大的丰富，极大的恩典。到了第三章、就是，就就说呃测不透的丰富，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，而基督又是我的。我们在第呃前面的节目里面讲到，基督是我们的，所以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丰富，他的丰富应该就是我们的。基督有测不透的浩大的能力，所以神就把基督那浩大的能力。 测不透的能力，极大的能力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能力，分享给我们。这样的经文太多了，比如说《格林多后书》第四章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，不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神。比如说《以弗所书》第三章，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他让我们分享他的丰富，他让我们分享他的能力。 他我们要分享他的得胜。基督在十字架上，最后说了两个字：不是挂了，不是完了，是成了。基督今天是得胜的主，他坐在宝座上。有一些朋友们，有一些教会的弟兄里面说：“哎，现在我们是神魔大战，双方杀的难分难解，胜负难分，天昏地暗。”不。 圣经亲自告诉我们：，基督已经得胜了仇敌，他接受死，已经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。而他要我们分享他的得胜，《罗马书》第八章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他要我们分享他的苦难，《罗马书》第八章说：，我们如果一跟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。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受苦，所以保罗说。 我想起现在苦楚，比起将来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还有，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荣耀。我们如果跟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将来一可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。他要我们分享他的荣耀，他,他要我们分享他的圣洁。《哥林多前书》，我们如果看到了后面，我们就发现，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我来读给各位听。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。 圣洁救赎，基督要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我本来是不圣洁的，但是基督的圣洁要成为我的圣洁。本来我这个人是不公义的，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喜欢的我多爱一点，不喜欢我恨他。但是基督是我的公义，基督是我的智慧。我本来毫无智慧，我本来是个非常愚昧的人，我本来是个非常 IQ 低的人，EQ 低的人。但是基督是我的智慧。 基督是我的公义，基督是我的圣洁，基督是我的救赎。我本来自救根本不可能。我本来所得的份是在硫磺火湖里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痛苦是永远的。但基督是我的救赎，基督是我的平安。我本来没有平安，我万般皆下品，唯独血压高。基督是我的平安，因为基督是平安的主。基督是我的喜乐。 所以我能够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因为基督是我的喜乐。将来我要跟他一同做王，启示录第三章那里多说的多么清楚，得胜的我要与他一同做王，如同我做了宝座与父得宝座一样。基督是我的救赎，他要救我脱离罪恶的权势，他要救我脱离罪恶的刑罚，他要做我脱离罪恶的咒诅。我要分享基督的复活，以弗所书。 我们与基督一同死。然而，神有奇妙的恩典，他有奇妙的大爱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，他们让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，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他要我们分享他的复活，让我们分享他的得胜，他们要分享他的超越，他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他将来要让我们与他一同做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这是基督教。 他要让我们跟他的儿子一同得分。哥楼西书第二章有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：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，居住在基督的里面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这一节圣经这两年被我看到了，被我查出来了，我恍然大悟了。我们有最丰富的主，我们去做一个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，天父会满意吗？ 我们有一个最有能力的主，我们过一个很软弱的生活，天父会满意吗？我们一个最圣洁的主，我们过一个罪恶的生活，天父会满意吗？如果李白堂门口做一个乞丐说：“先生小姐，可怜我，我快要死掉了。”我们他说：“你爸爸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爸爸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，他爸爸有这种儿子会满意吗？”弟兄姐妹，好可惜，我们不认得这些圣经。 上帝给我们开一张这么面额这么大的支票，我们不知道。今天这一个节目，我重点就是我要把这节圣经解释给各位听，我要宣告这是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。他呼召我们不是得救而已，不是呃侍奉而已，他呼召我们乃是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，让我们享受牛奶玉米之地，让我们能够吃干粮，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所有的丰富。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圣灵，可以把客观的应许变成我们主观经验。让我们来祷告，让这节圣经天天应验在我们的身上。基督，谢谢你呼召我，跟你一同得分，所以你的就是我的，因为你是我的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，你们呼，你呼召我们最终的目的，乃是与你的儿子一同得分。亲爱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，让我们每一天。 过一个靠主丰富、靠主喜乐、靠主得胜的生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